子派。好，你一定管这档事儿，那就按江湖规矩，你摔跤我报上名来，师傅是哪一个？好，你死在眼前，姑娘先让你见识见识这把宝刀。你是邓真彪，邓小贡的。少废话，开刀！家人，记住，今生今世，我黑风尊跟你势不两立。好了，有些姑娘答去。姑娘，你是？我是被二坨坨抢到这儿来的。哦，还有我爹我娘他们怎么了？我不知道。那赶快去找啊。你到哪儿去了？我去找银子去了。是什么银子？就是被二师傅抢去的那银子，你忘了？找到了没有？夏狗啊，你在钟平那儿干什么？白杨啊，这个钟底下好像扣了什么东西。在这里干什么？姑娘，这个钟里头好奇怪啊。哦，姐姐，这里边好像是我娘的声音啊。对对对，我们大家合力把这个钟掀开来不就好了吗？对对对对。三骑士，你也来啊。姑娘，女英雄，请你也来帮帮忙吧。你们这么多的人都抬不动啊。抬不动。来。我不能松手啊！一松手，这个钟就掉下来了。你们放我看看。谢姑娘，救命之恩。姑娘，你要是再晚来了一步，我们就闷死在钟里头了。妹妹，赶快把两位老人家扶起来，我们休息一下再说吧。是。
姐姐，你真是我的重生父母，再造爹娘。妹妹，快起来！你要是再这样，我可要一跺脚走了。姑娘，您是咱们大伙的恩人，您总该让我们知道您究竟是谁吧？这个，姐姐，我能不能请教请教您啊？ 可以，不过我有说不出的苦衷，你们问我答，可是千万不能多问，成不成？成，请问姐姐尊姓大名？在这大河南北，知道我的，都叫我十三妹。姑娘。 请问姑娘，究竟是金石的石呢，还是八九十的石？八九十的。就是不知道姑娘的仇家究竟有多大，要是老太太和姑娘要时时刻刻的防她、躲她，你说的不错，我这仇家天大地大，无所不大，当今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够惹得上她。是啊，我就是这么想，以姑娘的聪明才智和武功。 怎么会报不了这个仇呢？公子，该我问你了吧？姑娘，今天上午，你我在临分手的时候，我是怎么嘱咐你的？姑娘是要我待在房间里，等姑娘回来。你可知道？ 我为什么要这样嘱咐你？我你以为我是去找帮手抢你的金银，对不对？姑娘，小人知错，小人知错，不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你一个人带了这么多金银，一路上是该小心一点。这一回。 我不怪你，姑娘。可是，我生气的是你这个人，既没有见识，又不用心。我不用心？我拎得动300斤重的石头，正要抢你这些金银，还用得着去找些帮手吗？是，我该死，我该死。 我那个时候怎么会没想到呢？公子，你现在。
箱子里的金银全都在这儿。姑娘，我这金银你全找到了？不是找到，金银本来就是我拿走的。是姐姐拿去的。我所以拿走她的金银，是怕她弄丢了。怕她丢了？我前脚嘱咐她在房里别出去，后脚再去看看，她却跑到穿堂门外去了。是有这么一回事，都怪我那个时候太大意了。其实，在今天上午，我到忍平的路上，我就看到他们两个人在商议着怎么谋你的财，害你的命。哦，真的？那时候我又动了恻隐之心，想救你的命，所以这才特别又跑回悦来客栈打个转。这么说，姑娘这一趟来全是冲着我来的了？你可以这么说。谢天谢地，上天神明保佑，派了这么一位救苦救难、大慈大悲的女菩萨来。公子啊，公子，你不是千里来救你的父母的吗？是啊。哎呀，这是你一片孝心呐，感动了天地，才会能让你啊见到这十三妹这位姑娘啊。大娘，啊，您也不是吗？因为你们一片忠烈，才能上达天庭，派这么一位十三妹姑娘来救你们呢。对，对对对，是姑子，您说的对呀。娘，扶您歇一会儿吧。姑娘，古人说，大恩不言谢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是。从今以后，我这个人就属于你的了。尽管吩咐，我是赴汤蹈火，粉身碎骨，在所不辞。哦，好，你倒是真能替我办两件小事情。是，请姑娘直说，我一定会好好的办妥。第一件，去拿文房四宝来。公子啊，这儿有。哦，和尚样样都犯，他作恶无佛力，我拿下你承办。对对，姑娘，您这封信是要留给本地知县的吗？对，留给忍平的知县，让他能了掉人人四这一案。赛西斯，哎，姑娘饶命啊，姑娘饶命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姑娘我今天饶你一命。谢谢姑娘，谢谢姑娘。姑娘，我可以走了吗？去吧。谢谢姑娘，谢谢姑娘。在下正在这里等着您呢。现在是你帮我办第二件事了。是。这黑风僧逃走了，人人四不能久留。是。对，公子，我请你保护他们，送他们一程。好吧。碎骨还难吗？
难。那好，你们就走回头路，你们到了悦来客栈等我。可是这……各位，后会有期。姑娘，姐姐，姑娘，姐姐。赶紧上路吧。对，走吧。哎，帅哥啊，咱们也走吧。好。咱们大师傅绝不会轻易放过你们的。腰挎着燕翎宝套，那一定是鼎鼎大名的十三妹了。十三妹，可是二十八棵红柳树邓九公的得意弟子。我在禅堂跟他一交手，就知道他不是等闲之辈。后来在禅房，他这么一拔刀，我一看那把燕翎宝刀啊，顿时我就明白他是什么人了。照你这么说，你辛辛苦苦经营的能能寺，就算全都完了？三爷，完了，是全完了吗？三爷，据你看，十三妹扫了你的能能寺，是她胡乱闯进去的，还是邓九公支持她去？三爷，这还用问吗？事关重要，我为什么不要问？邓老头自讲是天下第一镖师，他这一辈子专找黑道朋友的麻烦。今年他走镖60年，活了80岁，回家享受晚福。曾经夸过海口，要肃清地面，扫尽强梁，让这一代老百姓过太平的日子。三爷，所以说射人射马，擒贼擒王，邓老头说的话全兑现了。三爷，据你看，十三妹扫了你的能能寺，算是开了头一刀了。哼，人不慈禄，虎不离山。邓九公试图把我往死路上推，我发誓，我跟邓家庄势不两立。黑风，三爷，邓家庄外有邓九公、十三妹，楚一官、楚二官，内有楚大娘子。就凭你的武功，能够闯得进去吧？这，黑风，三爷，后天就是邓九公的80寿辰，我让你给他送一份礼物去。送一份礼物去，三爷。您是让我对付邓九公，请他抬抬手，让我还在这个地盘上混吗？不，我让你送的这份礼物，比毒药钢刀还要厉害10倍。只要他头更天收了，不出五更天，绝对是满门抄斩。家破人亡。三爷，什么玩意儿会有这么厉害？你看，这么多金子！站住！这比毒药、钢刀还要厉害10倍。三爷，你在开玩笑？天底下除了金子最好，哪会说是穿肠毒药、刮骨钢刀呢？不相信，自己瞧瞧。50两，不管是在谁身上，还是在他家里边搜出来，都会牵连到今年曹库失窃巨案。好厉害，好厉害！三爷，这些杀人不见血的宝贝，
您是哪得来的？送给我宝贝的这个人，天大地大，无所不大。那一定是计。呸！你也都胆敢说出这个字？我不说了，我不说，以后打死我，我都不敢说了。金子，非要我亲自的走一趟。他就回不来了。楚二乖，楚二乖，我楚二乖能配得上十三妹吗？二弟，二弟，大哥，二弟，我就知道你会在这儿。怎么？还在忘了？啊，我没忘什么，我是在这站着。二弟，哎，大伙儿都在家里忙着呢。忙？忙什么？看你多糊涂。明儿是师傅的八十大寿，大家正在布置寿堂呢。我看我们回去帮帮忙吧。啊，啊，走吧，二弟。别着急了，你的宝贝女儿回来了。九爷，你也好放心了，您的得意高徒没走丢。怎么一声不吭的就出去了？一出就是好几天。大师兄，我……哎呦，妹子啊，你这不吭声的一走啊，可把我们二官给急坏了，他呀，每天早晚都在大路口上巴望着呢。大嫂，别这样说嘛。玉凤啊，你师父跟你娘正好坐在那儿，你还不赶快过去，让他们骂你两句啊？姨娘，您没瞧见吗？我就是长上十张嘴，也来不及答话呀。好了好了，你们都别缠着他了。玉凤，赶快跟你师父跟你娘赔个不是认个错，省得让你娘打你屁股。娘，师父，玉凤，你这孩子不言不语的，这两天到哪儿去了？娘，我本来打算上济南府去的，到了任平又遇见了一件事情，所以又回来了。玉凤，好端端的你上济南府去干嘛呀？师父八十岁大寿就到了，我是想上济南给您老人家买一份寿礼。哦，瞧你这孩子，还说给师父买寿礼呢。你只要别乱跑，少叫师父担点心，那就是天大地大，寿礼了。
师妹，我正在想，如果你第二个再不回来的话，我就到任平清平去找了。找什么？我这么大一个人了，还怕会走丢了？我娘，我还有一件要紧的事情，得马上走呀。马上走？哎，什么要紧的事，得马上走呢？我答应帮一个朋友的忙，给他去送三千两银子。三千两银子，可不是小数目啊！你怎么可以随口答应人家呢？娘，人家要是没这三千两银子，一家三口就没有命了呀。哦，三千两银子能救三条命吗？救命的事应该答应人家。娘，咱们家的银子呢？花光了。娘。玉凤，你要慷慨仗义，扶危济贫，能使三千两银子救三条命，那行。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。可是，你得把话说清楚。你要救的是什么人？为的是什么缘故？这个。卧半山，海马周三爷求见。海马周三。你们闭。老爷子，老爷子，富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晚辈海马周山，给您拜寿。不敢，请起，请起。老爷子，晚辈知道，正日子是明儿个，明儿个又怕贵宾特别的多，所以提早一天来给您老人家磕头来。好说，好说。老爷子，这是江湖上的几个朋友。孝敬您老人家，老爷子，今年是您老人家80寿辰，这是江湖上的几个朋友凑了点见不得人的份上，请您老人家收下。这是银单，请您过目。这份礼单我收下，这金子请你原封带回。这，老爷子，这又何必呢？周三，你该晓得我这个说一不二的脾气。老爷子，这是江湖上的几个朋友对您的一番孝心呢。如果您要是不收的话，那我周三回去该给他们怎么说呢？那容易，你就说我邓九公有个规矩，我一生走镖60年，对江湖上的朋友从来只有雪中送炭，绝对不许人锦上添花。这周三在。师傅把话说得很明白。是是是。周三，你今儿个来的正好。是。我想请你给江湖上的朋友带个口信儿。老爷子，你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。我今年80整。看相的说我
能到120岁。老爷子，周三儿看您老人家能到200岁。120也好，200岁也罢，我只想跟我这周围百里的乡亲安安稳稳的过那后半辈子。嗯，老爷子，您不用再说了，我周三儿全都明白。只要您老人家说一句话，在您周围百十里地，绝对不会出现一个江湖人物。能这样，我就感激不尽。哎呀，老爷子，您言重言重，那让周三儿该怎么说呢？周三儿，你再跟他们说一声，列位肯赏我这个老脸，比送我黄金万两更值得多了。老爷子，这箱子里边是蒜头金200两，我看您就收下吧。我已经说过，金子务必请你带回。医官，徒儿在。代我送客。是。3000两银子，如果能给师妹，那……娘，姨父，娘，娘，您坐这儿。从来没有跟娘说过一句谎话。是的，那你老实告诉我。娘，老实告诉你怎么样？你究竟上哪儿去了？我跟你师父买的寿礼呢。娘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才到了任平，就遇见了一件事。你还说谎！娘，你以为娘不会计算你的日程？计算日程？娘，您老人家的意思是说，我给你算准了日程。你这一趟到京师，到京师看过蓟县堂的大将军府。我没有，
我真的没有，还说没有，娘。一家人上了蓟县，躺着奸贼的陷害，爹被他带去下狱，生死不明。我们母女两个改名换姓，东唱西躲。这几个月，幸亏你师父收留了我，冒了生命危险，才让我们在他家住下。可是娘，爹的生死不明，下落不知，我们总不能不闻不问呢。玉凤，你以为娘跟你师父对你爹的事情一点都不关心？其实你错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大家都跟一碗油汤一样，表面上看不出来热气，其实是烫在里边。为了对付那奸贼，所以不能露一点痕迹。娘，总不能说为了怕露痕迹，我们就什么都不动呀。可是你也不想一想，二位师兄，他们大大小小几十口人家，万一要是被蓟县堂他们知道他收留我，那邓楚两家人还活得成吗？娘知道错了，娘知道错了。你不替咱们母女着想，你也得时刻记住，不要拖累了你师父还有你师兄。你去刺探大将军府，你也不想想，他们手下山山五岳的高贼，还有大河南北的武林高手，他们要是知道了，那你不陷害了你师父还有你师兄吗？鬼鬼祟祟的，玉凤，不准你这么说话。是，二官，你们进来里边坐坐。不了，大娘，我是路过这里，天晚了，我也要睡了。遭了蓟县堂这奸贼的陷害，可是皇天有眼，总有沉冤大白的一天。是的，大将军府在京城九城之内，距离皇上的寝宫不远，你这样来来去去的，万一惊动了圣驾，是什么样的罪名吗？娘，倘若你父亲要是知道了，你这样大胆的冒险，一次两次，去犯宴犯驾，那让你爹听说了，他心里有多难过？娘，女儿知错了。蓟县堂这老贼，他老不知羞，想强行娶你为妾。你爹一时气愤，说话冒犯了他，
就老羞成陷害你爹。玉凤，你还记住你爹吩咐过你的话吗？总有皇上来承断，我们何家的人只知有国，不知有家。还有呢？还有，爹不许女儿寻仇生事，叫女儿以大局为重，以法纪为重。那你一次两次潜入京师私闯紫禁城，是不是大胆妄为？你这样子不以国家大局法纪为重。娘，女儿以后再也不敢了。见他，他的爪牙到处在擒拿我们母女两个。如今我们已经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，你还得把大把大把的银子去接近那不相干的人。我，你师父他没有女儿，把你宠得像掌上明珠一样。可是三千两银子可不是小数目，你能让你师父为了一些不相干的人、不相干的事为难吗？娘，可是别可是可是，从今以后只许你在邓家庄上跟你师父和师兄练武，不准你出门一步。娘，我已经答应人家了。娘，您再让我出门一趟吧。等我救了盖公子以后，等我回来了，我一定听您的话，行不行？不行。娘，我求求您，人家盖公子现在真的在性命相交了呀。你还记得这根拐杖的来历吗？世代相传的龙头拐杖，你记住就好。娘，您这是？我要用这个我们何家祖传的龙头拐杖，画地为牢。你敢跨过这一道沟，我就用家法处置你。可是，我是非去忍平不可。打劫的了，朋友，你是出现呢还是发话呢？把你手上的箱子留下。这明明的是楚二官的生意，瞒得了谁呀？这箱子里边可是有200两黄金呢，借用。凭什么？凭这。
官一往情深，莫恋十三妹。可是十三妹一心想要救安公子，楚二官为十三妹拦路截金，他所拿去的那200两金子，其实正是莫大的祸害，无穷的麻烦。金玉缘的剧情又将有奇特而重大的发展，敬请您明天继续收看《金玉缘续集》。